我曾总结中华美学精神为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，陈怀魏象的生命体验，养观俯察的观照方式，妙物自然的欣赏特征，许哲相声的创作法则，精神向外的审美深沉，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，高明综合的最高理想，这八点是基于我长期研究实践的一点心得，以探究中国人的造型观、哲学观，以及极高明而到中庸的智慧之道，